这个菜叫什么名字？叫毒咸茄。毒咸茄，它是一个腌制的那种咸菜吗？不，这个菜的特点就是炒茄子的时候一滴油不放，没有油的。太好了，哇，茄子很容易吸油，如果没油的茄子，想想看都觉得很健康。这是北京风味的一种特色菜，是吧？来吧，今天我们看看大厨怎么用一滴油都没有的那种情况，然后烹出一个有味的茄子。先问问你，做这道菜茄子，你有在下料单特别强调茄子的种类是吧？要用这种茄子，为什么？对，这种茄子它的大圆茄子，对，它的水分，能比较少，对，实诚。这种茄子和我们买的长条茄子，它的做法上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是吧？对。那长的会适合做什么？这个会适合做什么？长茄子可以做扒茄子，扒茄子、OK。还有呢，那个地三鲜烧茄子。哦，东北菜地三鲜可以烧茄子、还有什么？就是它适合的烹调方法是哪一种类型？过油。过油的，对，是吧？如果普通咱在家里做上那个，直接下水，上锅里蒸，做那个蒜泥茄子也可以。也可以。哦，是这种。那如果是炒的话，是不是这个是最好的选择？对对对，炒茄子这个最好。啊，肉非常。茄子里边的肉非常实诚实在，对对对，我们有的时候买茄子呀、我不知道郑老师有没有遇到过情况、买回来的时候发现表皮都很好，切开之后里面全是籽，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有点老了。对、老的茄子怎么从这个外观上就能看得出来一个茄子是老还是嫩呢？一是看它的重量，对，有的茄子皮非常软，一捏它就软了，它茄子就老了。哎，这个还可以，这个一用手指甲一压的时候，它还是有一定的那个弹性是吧？看得出来，就用这个就能方法辨别出来。对，好，今天挑了一个相对来讲这个老嫩程度适中的圆茄子，要做毒咸茄了。第一步应该怎么做？在北京的吃法就是把这个茄子切成滚刀块以后，然后它在那个太阳下边晒上半天，把茄子里边本身的水分把它晒干了，挥发掉，晒半天。它会晒蔫儿还是？晒蔫儿，就是蔫儿干一点，不是说晒成茄子干的那种。那个晒不了，那么短时间内是晒不了。半天是吧？OK， 半天的时间。你像我们自己在家吃茄子的时候啊，没有时间去晒。对，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怎么弄？把茄子切完以后，少许盐，把水分杀出来。对，先像就是腌黄瓜咸菜一样，利用盐的渗透压原理。对，来试试看，我们看看一会儿的时候能不能出来。那个感觉，这个毒咸茄呀，要刀刀见皮。OK， 刀刀见皮。对，每一块上面都带点茄子皮。是这样。对，带点茄子皮是就是说皮是跟我们的肉一起的。我们有的时候会把茄子皮去掉，这个要必须带皮。对，刀刀见皮，它是就是它的特色。等，我们看一下，乍一看有点像什么，就像切苹果大块一样，就是带着皮的。其实这个茄子啊，我们大家有的时候会忽略它那个皮的位置，是吧？那个皮其实还蛮好的。那个皮真的是非常好。紫色的皮当中，它的原花青素含量是很高的。紫色的食物有很多吧？对，列举一下。之前我们可能大家也看了节目之后，你看我们曾经还做过葡萄，说葡萄当中的原花青素含量非常高。那么紫色的，你像这个茄子的皮当中含量很高，就要比里面的内容物瓤要高得多了，营养物质更多一些。所以看这个时候呢，大家不要轻易把皮给它剥了啊。其实皮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也是相当之高的，而且这种膳食纤维多以这个可溶性的为主，就是说它容易吸收的那种，对对对，容易帮助我们来利用的那种。好了，这边呢，大厨呢就把我们的茄子带皮切好了，滚刀块，然后我们要，然后我们加少许盐。把它的水杀一下，但我们做的时候啊，一定要盐要少放一点，因为这时候已经有盐了。如果做的时候盐要多了，就咸了。没错，有道理。讲究烹饪当中要控制盐分的含量摄入，这就是很贴心的啊。OK， 大厨说着说着，我们这边盐也拌的差不多了，我们要给它这样子加盐，这样子整个弄它多长时间呢？三分到五分。那这个时间我们要处理一些其他的配料吗？这个。头一天晚上的水发黄豆，因为它是一个老北京的家常菜。OK，黄豆也非常有营养，和茄子搭配，凉了以后，黄豆本身这个豆香味儿吃到茄子里边了。是这样，还有黄豆的加入，肯定很有味儿的这道菜。这个需要提前泡多久？因为做这个茄子的时候，头一天晚上咱们把黄豆，提前一天用水泡好。泡好以后，这黄豆用那个。我这是煮好的，对，咱自己说提前煮10分钟左右，拿出来备用，一会儿和茄子一起放锅里焖就。提前泡，然后再煮10分钟。现在这个是熟的，是不是？熟的，我们尝尝看。吃了，直接加少许盐煮就可以了。对，哇，很香的，黄豆的味很足，豆香味是很香的。这个茄子的水啊，就现在。
撒出来了。嗯 ，OK， 有一些那个水汽已经出来了，是不是？好，接下来我们就点火控制它。这边我们不需要用水把那个盐再冲出去吗？不用。哇，你就如果你要加水了以后，白做了，水分它就逼不出去了。哇，我以为要冲水要钻，你知道？肯定不能钻。这么说的话，做馅的。这么说这个盐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这处已经有很多盐进去了。对，一会儿一定要盐控制住，好吧？好了，这边我们开始正式的烹调的。其实说起茄子啊，很多人知道这个茄子在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最近两三年期间啊，人们开始越来越重视这种物美价廉的食材了，是吧？就是因为它的营养价值很丰富。它是我们寻常老百姓家经常吃到的日常食物。对，就是大家都在吃茄子，很少会有人去拒绝茄子，说明茄子这种营养呢是大家所需要的。对，那么茄子当中啊，它其实跟其他的食材绿叶蔬菜比较起来，它有优势也有劣势。它的优势在于它的原花青素含量很高，这是绿叶蔬菜是比不了的。那劣势呢也是有的，就是它里面的像这个维生素 K 啦，啊，包括维生素 B 和 B2 这种 B 族维生素，包括一些 VC 含量还是少一些绿叶蔬菜的。所以它每一种蔬菜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那它里面最主要的营养成分，除了原花青素之外，还有什么？实际上它里面的钾的含量也很高的。钾的含量，还有铁和锌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矿物质，是因为它是一种果实呢。就是它结合的沉积的这些营养素的含量呢，要比绿叶蔬菜的钾跟锌和铁含量都要高那么一些。哦，是这样子，所以它也有优势在里边的。OK， 好了，今天我们这边要开始正式的烹调我们的独咸茄，一点油不加，一点油，热好锅吗？要锅热一下，一点油都不加会好吃吗？它这个主要把它那个水分再一次蒸发出来是吗？现在锅看得出来温度很高。对。怕糊锅哈，不加油也能做茄子。我可知道这个茄子它很喜油的，没油的茄子我有80%的把握，因为它的不好吃，孔隙多。其实做茄子难度还是挺高的，对，油少了不好吃，油多了吧有点太油腻，油腻腻，对。这样子来回炒，要炒到什么时候呢？把水分再往出逼一下。是这样子。这个不停的翻炒，以免的糊锅。这个煸了半天，这茄子的表皮蔫了，对，变颜色了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我们做这个菜的时候要放两个八角里边。八角，对，增加茄子香味儿。大厨现在要加什么？加调味品吗？我们要加生抽。生抽，对，生抽。OK， 我们这边加点酱油，这样再继续煸它。对。可是我们这样子茄子要炒熟然后再放黄豆之类的，不用，稍微把再煸一下，把那酱油吃到茄子本身里边，我把可以把黄豆放在锅里了。是这样子。好，再继续的去煸一煸它。就是我可以把黄豆放在里面。今天的黄豆放的量还挺足的。对，然后加少许水，这样子要开始准备去煨它了。对，要煨到多久然后您才能确定就是他们都熟透了？自己家做在10分钟左右。10分钟，对，盖上锅盖去慢慢的煨。对，这时候不需要加点比如说糖啊或者是其他一些调味品啊之类来调它的味道吗？只加盐，就加一点点盐。对，因为说这个菜吃就吃茄子的香味和黄豆的香味。独咸茄，独的意思在北京里说是说一种土话，土话，有音，有字无音的独。独的意思就是煮的意思。煮，煮咸茄子是吧？是这意思。用大厨的话就煮煮咸茄子，鲜茄子吧。OK， 好了，盖着我们的锅盖，这时候要准备去焖10分钟了，是吧？好的，那亲爱的观众朋友，这边我们就等着我们的茄子出锅哈。我们最近呢有一个互动平台，一直期待着您的关注。那么这段时间哈，在我们的这个微博，包括我们联系电话上呢，就有很多朋友啊发来这样一些问题，想问我们这边的郑老师了，说现在这个季节是减肥的一年中最流行的时节。有人说嘛，这个4月不减肥，5月徒伤悲；5月不减肥，6月徒伤悲；这8月9月不减肥，老大概徒伤悲，整个一年都伤悲，你知道？那么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管住嘴巴是最关键的，可是怎么管住嘴巴，就是怎么让自己能够很健康、很舒服、很快乐的把这肥减下来，给大家点建议、支支招，好不好？第一点一定要记住，要有一个强大的、坚韧的内心。第二点，我再给这里面给大家一点小的建议啊，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日三餐可以做到少食多餐。
一天当中啊，我们通常说早餐、中餐和晚餐，这个时候你可以加两到三餐在早中晚之间，就是也就是说加什么？也就是说早餐和中餐之间你加一点辅食，这个辅食一般是以零食为主。那我们应该加什么样的零食呢？这里面给提示，要加类似酸奶，酸奶，或者加一两片啊，这个全麦的小麦包片就可以了，两片足够了。粗粮加这个，甚至加一个大苹果，水果都是最好的选择。这个时间水果是很多的，水果是可以狂吃的吗？不是说狂吃的，是根据你自己的能量来酌情来摄入的。尤其这里面提到的，就是你餐前吃一个苹果，带果皮的苹果的话，你这个餐的摄入量就会很少。这是我们很多减肥人士的一个体验了。好了，说着说着，我们这边的毒仙茄已经基本上加工差不多了，是吧？我们打开锅盖，闻闻它的味道，现在，哇，哎，现在它那个八角味会有点重，对，这味道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平时常吃的一些酱货类的味道，是不是？对，因为红烧类的，这个茄子一点油也不放，必须拿八角去提味儿，有五香那种五香的味道，是不是？实际上呢，这两种搭配的食材放在一起呢，是有它的道理的。你看，像黄豆当中蛋白质啊，是名副其实的素肉。就是以前我们吃的豆腐就是素肉，对，你看它不加肉，它实际上依然不会失蛋白质丰富的本色。加了蛋白质 ，OK， 然后又加了这个茄子，你看这道菜是非常好，特别适合素食主义的人，特别适合这个高脂血症呀、高胆固醇血症呀、控制高血压了、糖尿病的人群摄入的。而且关键是我们这道菜还没有油，是，所以说等于是又加上了一倍那个营养的那个要素。这个是被我推崇的 ，OK。其实我们这边做完这个步骤之后，还有一个点睛之笔很关键，是吧？咱又干嘛了？我们把切好的大肠要加上去吗？对。哦，直接撒上去啊？对，我们这个做菜的时候没有加葱哎。对，我们没有爆锅。我们做菜爆锅的时候，那个葱炖茄子炖时间长以后有股晦气味儿。把那喜欢吃香菜的朋友可以切少许香菜，切点香菜 ，OK。真好，香菜末淋上去，好，好，在这里啊，还有一个窍门 ，OK， 因为这个茄子是一点油也没有，我们想再给它增一下香，这是让素菜变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呛吗？就是我们有花椒就是呛吗？是不是要呛？对，就是整个油淋它，就油泼一下，油泼一下 ，OK。我们要现场炸花椒油，是不是？对。这个花椒油在炸之前，花椒需要处理吗？最好用那个温水泡一下。为什么要泡它呢？花椒非常干。对。用水泡完以后，把那个里边吃上水分，一是把花椒也清洗了，第二是花椒里边，有少许水分，能把这花椒的香味给逼出来。也不容易糊吧？是不是？放进去之后不会噼里啪啦的吗？就是就让我们把那油烧不要太热，放里。油温不要太热，炸花椒油的时候。哦，是这样的，这样，我觉得这样子很安全在哪里呢？它不至于让你的花椒炸完之后最后花椒糊掉，是不是？对，包括是不是炸辣椒油也是这样的感觉？对，要把那个辣椒弄潮，是，稍微上点淋少许油，把葱爆香，直接淋到葱上面，哇，噼里啪啦的呛菜感觉，哇，就这么一点点油，这跟我们的炒菜或者是跟我们平时的时候要做一个油炸菜比较起来，这点油。真的是小 case 了，小巫见大巫了，就是太少了，这就算结束了。对，我相信很多朋友这时候一定很想期待一下，这之前扁茄子一点油都不加的这道菜会好吃吗？北京的风味名吃毒仙茄，凉着吃最好，不过现在才先热着尝尝它的风味，好不好？来，各位尝尝看，尝尝看，要有点黄豆才可以，哇，好有味儿啊，在整个茄子里面。有那个酱油的那种咸鲜味，骨子里面全透出来了。就是，而且我知道为什么叫咸茄，它真的是很咸鲜口的。而且大厨有讲过，说这道菜呢，他试的时候是把它凉透了，他真的有尝过，味道会进得更足。对，像有少许汤汁儿，还有刚才我们磕的花椒油啊。对。放15分钟、20分钟以后，把那个直接茄子把那个汁儿全吸干了。这样子。吃不完的时候，我们要把它。用保鲜倒在一个碗里，用保鲜膜封严，放在冰箱里，每天早餐拿出来的时候吃，味道不错。